二狗和艾灸，干饭的时候一只熊在一头。这对不是双胞胎，甚是双胞胎的两姐妹，干饭咋个离这么远呀、啊？躺着干饭的小艾灸，平时看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吃的，挨得特别近。这会儿离这么远干饭，这对小姐妹是不是吵架了呀？毕竟之前圆润和淼淼吵架的时候，他俩冷战也是隔得特别的远。现在他们俩的这个状态，就有点像是吵架了在冷战，谁也不想理谁，但是又时时刻刻关注着对方的动向。艾灸躺着干饭，二狗是坐着干饭的。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是侧着脸看旁边，好像都没有直视前方，真的有一点像是那种冷战，然后不想理对方，故意不看对方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好姐妹呢，就是这一秒吵架，下一秒就和好了。估计他们把这顿饭给干完，又去找对方玩了，又在一起嬉嬉打闹了。这俩就是成都基地的社交悍匪，热干面和大红糕了。看他们两兄弟的视频，基本上全是动态的，静态的就很少。好像除了干饭和睡觉的时候，两兄弟基本上都是在干架。打架还是比较费体力的，现在需要补充能量，只有干饭的时候才是安安静静的。